从现在从最黑的开始画，当我的笔原本是咖啡色的啊，现在加一点蓝色，它变得很黑。这个很黑的效果，可能会很多同学不敢画那么黑，因为你会觉得它看起来没那么黑。但是这也有它的作用，在于把它画黑一点，到时候亮的地方、白的地方就可以看起来更亮、更鲜艳。所以这个在画面的需求上有它的必要性。画比较暗的颜色，一方面规划暗面的颜色，一方面现在正在思考暗面要放什么颜色好。暗面的背景的底色很重要，画下去啊，那就是一个主要的颜色，因为背景颜色上还蛮大的。那我想画一个色的背景。在这边我们都不需要调一个很大幅的颜色，然后这样子来把背景。在背景部分就可以开始。在这边的调色过程，你这样慢慢的加颜色进去前面的调色区，它颜色是相近的。那如果呢，你真的拿白色加紫色，这样的颜色就会差的比较多，就会觉得衔接不起来，就把它调进前面的调色区，慢慢的转变它，这样你可以添加背景的层次。丰富里面的颜色，然后它就是协调的，然后可以衔接在一起。这个颜色是要伸进去画里面。对，因为画超过你原本的构图都没关系，不要离很远。离很远呢，到时候画上去啊，中间会有一段空下。那我决定背景是紫色的、那紫色的背景可以做什么样的变化呢？除了深浅的差异之外，紫色本身是蓝色加红色嘛，所以呢，紫色就可以有蓝紫色跟红紫色的变化。那这边是比较受光比较多的部分。就让这部分啊多一点红色在里头，它就变成红紫色的效果。虽然紫色呢主要算寒色系的部分，但是这里加一点红色，会让它相对的变得温暖。那不同作画习惯的人，不管是油画或是水彩，主要都有分喜欢从背景画到主题的，或是喜欢从主题画到背景，其实都可以，要看个人的喜好。那我个人比较喜欢从背景画到前面去，因为比较重视这个画面的气氛。在画的过程里面，重要是如何把它变成一张画。它现在变成紫色调的作品，所以背景的颜色很重要啊。
了决定你作品的色调，也决定你作品的气氛。如果是比较古典的背景哦，就会咖啡色多一点。所以像调色盘上面，刚才调了咖啡色，调了暗色，但是我刚刚画背景的时候啊，就是尽量在这上面做。这里可以注意到亮暗的渐层，暗的慢慢变亮的过程。可以注意色彩上面有色彩的渐层，好像这边从蓝紫色啊，慢慢过渡到红紫色，红紫色呢就变蓝一点，接下来变成蓝色，接下来变成绿色。这边色彩的渐层啊，就可以让它画面变得比较协调一点。如果你一下红的，一下绿的，一下紫的，一下黄的，那画面就会变得。